人吗？快追上去！如果他没有办法留在这里，你就到他身边去，不就好了吗？谢谢你，因为你我才觉悟到，应该要诚实的去试试看。能认识像你这样的女孩，真的很庆幸。跟 F 四君君的是真的吗？他好像真的喜欢你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！星期六四点，南山塔前。你要是敢迟到一分钟，就死定了。在下雪的街头等人等了四个小时，我有说我要来吗？大叔，大叔，这里还有人呢。四小弟，干嘛？我总觉得我现在……流星花园。